那你喜欢吃这个面包对啊。啊？嗯，那个很香啊。嗯，那你做这个太高了吧？阿弥陀佛，我说因为阿弥陀佛，又叫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啊，你脚没有盘起来，要怎么盘起来？这样，对，我就要这样。南无阿弥，弯起来，弯，对，交叉，那就交叉进，然后坐在脚坐起来。嗯，阿弥陀好佛。的。好了，专心吃吧。专心吃完就可以玩这个玩具了。你怎么屁股一直摇来摇去的？嗯，还有一个耶，你可以吃很多吗？吃得完，吃很多才可以有力气啊。等一下叫妈妈带你出去玩了。爸爸，我跟你说，大力士的时候，大力士的人吃要吃很多很多很多，才会变成大力士。要鼻涕。爸爸跟你说，食物吃很多就变成大力士，对。因为吃这么多，所以会变成大力士。会嗯。吗？把你重重的拿高。有吃饱就好了，不要吃太多，好吗？大意思才可以，那吃太多，肚子太胀，不舒服。就是大意思，是吃一点点。他昨嗯。天也吃，昨天也吃，今天也吃，昨天也吃，今天也吃，这又变成大意思。嗯，大力士也是吃刚刚好就好了，哦。因为大意思吃一点点，喂呀、啊。然后不要一个吃甜的，一个。喝甜的水，这样不仅要喝白开水，不会甜。嗯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也不行吃太多糖果，这样会蛀牙。白金闪就跑去你的牙齿里所面，以要刷牙，对呀、啊，像我一样都有刷干净。是啊，那就很棒哦，我嗯。每天都有刷牙，刷，那你就妈妈，不是幼稚园的时候用水漱口，然后再刷，然后就呸，喂，啊，有全部都吐干净吗？有啊，都哭，他都啊哈哈哈哈，嗯，你给弄。然后他就溜滑梯，对，很好玩耶，那个很好玩。你给弄。笑不住打扮。爸爸，再吸一口。